迎淡水福佑宫南党之茂哦。由咱朱林委员、关立委员会一同，伫遮呢用咱党最平安西，咱前置中书爷刘新尊哦，献上最最敬礼吼，来一拜，再拜，三拜，礼行，来祝福咱哦，福佑福佑宫吼，咱管理委员会所有诶，咱哦朱林委员技术代表吼，大家身体健康，阖家平安，大赚钱。好，我们知道呢，在南党追骂哈，那主事就是那个台中县六妈祖女娘哦。那这是呢，我们的义和车哈，以及鲜花车哈。Hey!
里是我们的北馆哦。水晶将军、金晶将军哦，那看每一个宫庙别不同哦。永迎咱淡水妈哦，信大姨。用上单，好用给我们党最嘛性感。那今天单非常幸运，花中的旅游，比如单最很牛，送威龙花金点子，想要让大家健康有。这是我们科技之下山的环保鞭炮哈、哦，谢谢谢谢赞啊，庆赞啊，感谢。那这是呢我们的国乐团哦。那现在国乐团呢呈现的方式有很多哦，有这样子，其实这样的礼宾的方式呢，在以前皇帝出巡的时候才会有哦，所以是类似哦，我们呢整个的迎驾，我们整个的绕境哦，是用那皇帝级的方式在举办的哦，这是我们台北二王会哦，那大家所看到的，我们的乐手老师呢，也就在这边弹奏着我们的鼓，以及呢我们的这是应该是琵琶吗？哎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这是我们传统的中国乐器哈，谢谢谢谢。这些花车哦，弄得非常非常漂亮，整个的中正艺术哦。所以呢，我们常常在讲哦，在